十月二十八日，章子怡晒出自己的孕肚照官宣，已怀二胎三十周。近日有网友爆料称，国际女星的预产期就在本周，与章子怡的情况不谋而合。该网友表示，此女星一家已提前到美国待产，将在近日官宣生子消息。爆料中还称，自从该女星怀上儿子后，她的一切生活小细节都很谨慎，饮食方面也用高薪聘请了专业人士全程跟进。女星临近预产期了，本人十分害怕生产期间会有什么状况，此前还因过度焦虑出现了早产迹象，现在该女星都会卧床休息。据悉，章子怡和汪峰的女儿醒醒也是在美国出生的。